那麻烦是传给他爸爸。哦，学术。好，好，我们这是 workshop，我们就会主要会谈，分五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 trick，一些，然后顺便介绍一下 Python 的一些 feature。然后接下来会有大概三四个小的 level，就是包含安装一些工具，然后装一下那个 Django，然后 Hello World 一下这样子。对，那后面的那些crawling package，我还来不及准备。对，所以前那个 lab 应该不会太多。那我们来讲一下 Python 的 feature。刚刚大部分都是 B 嘛，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快点跳过去，但是再重复再讲一次。Python 它不需要打分号，然后也不需要大括弧。当然，大括弧也是可以，也可以用在 Python 里面，但是跟一般的 JavaScript、跟 Java 还有跟 C 不太一样。它的那个它的说它的程式的区块是用缩排来控制的。那 Python 它跟其他语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也不需要预先宣告变数。那不需要预先宣告变数的好处是方便，但是其实在实物上也是会稍微预先宣告一下变数，让人家知道你那个变数是拿来干嘛的。所以通常好的 coding style 也是不会直接，不会太利用这个优势，对，那个这个方便的地方。那Python 它是那个直译式语言，它不是编译式语言，但是有人会说它比较慢，但是其实还好，因为你可以把 Python 编译成 binary，那跑起来就会快多了。那 Python 它也是跨平台的，就是 Linux、Windows。除了 Linux、Windows 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在相容式系统里面用 Python 来写。对，但是这一块我比较少接触。我之前有听过别的大神是用Python 在写嵌入式软体。那我们可以做一下Python 的 loop 跟 Python 的 lambda，还有 Python 的 map 跟 Python 的 zip，我可以来live show 一下。这样怎么把它移开？我们 Python 的 loop，大家都会知道，都应该都知道。那就是咱们是 Python 的最基本的 loop 嘛，它也可以做 while loop。这个我就先跳过不要讲好了，太简单了。那另外一部分是 Python 的 lambda 就是比如说一个 function。那lambda 你们看得到吗？就是会不清楚吗？因为我怕我英文会不会太可大。以可以可以，OK，还蛮清楚的。lambda 其实就是function 的宣告，但是因为在 Python 里面，你 function 的宣告你要这样子 def，然后 function，然后 input，然后再 return 这样子。就是假设 output 是一个，一个随便一个东西好了，那这样 return，那这样子其实蛮，因为你要占三行，假设是一二三乘上 input，然后再 return output 好了，那这样的写法其实你可以用 lambda，就比如 x input 是 x，那 output 是一二三乘上 x，那我们来 invoke 一下。
对，这样子就是一个 function 的选稿，然后可以直接因为有些地方你就是不想要打那么多字，你有人就是懒，对。那 map 呢？map 是map 范例。假设我有一个 list 是1、2、3、4、5，然后我刚刚教过 round 不打嘛，所以map 是可以把你的那个你的 function 对应到一个阵列里面。那我这边用的 function 是 str，因为我这边宣告的是 int。然后我这边用 str，就是我这个动作就是把所有的里面的元素从数字形态变成那个字串形态。对，那我把它拿出来的话，这样 list 好了。对，它就从数字形态变成字串形态。那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用法，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教了 lambda 嘛，对，所以其实很常在实务上这边带进去的 function，其实很常是你自己定义的自己定义的函数，然后用 map 的方式去对全部的阵列里面去做操作。然后 lib 呢，lib 就蛮有趣的，lib，我们来一个二维阵列。好，这应该是5×5的二维阵列。lib 它其实是可以把你的元素抽出来，然后拿你的第一项。跟其他元素的第一项，它会依照你的那个顺序去做排列。对，那就把它 list 出来，有点烦。原本的我们插入一下好了。原本的阵列二维阵列是1、2、3、4、5，1、2、3、4、5，1、2、3、4、5。那用这一行，用 leap 这一行，它就会把你的每一个元素抽出来。每个元素抽出来，然后再依照那元素的 index 去重新夹起来，所以就变成1、2、3、4、5。这在做那个资料分析、资料操作的时候很方便。对，那其实也不用那么笨的打法，可以用这是为了表示给你们看的。其实一般来说会用一个星号，然后再配上 a。放下，对，一般来说会这样打。这样打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东西抽出来。这个星号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东西抽出来，然后把它外面这一层抽掉的概念。等一下，我复制一下。对，这个星号的意思就是，像是把这个，因为 A 如果 A 是这个二维阵列的话，那这个星号的意思就是会把这个二维阵列抽出来，然后把其他的东西，把那个外面那一个刮弧抽掉的意思。看一下你们。zip 的 complexity，
我通常会假定它是 N 呢、欸，它其实不没有太快，所以对，就是 N 应该不会，但是也不会慢超过，就是比 N 还要慢，对，所以我通常会假定它是 N。好，那我下一页是我比较喜欢的环境 setup。我喜欢用 Sublime，所以通常都是Sublime 加上Sublime 版本的 Anaconda，因为这样比较轻量。我会用 Sublime 的版本的 Anaconda，通常就是就是我因为我喜欢 Anaconda 的那个自动收排。比如说我今天写程式，刚写完。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说，哎，怎么这边被 highlight 了？对，那这个就是 Anaconda 的那个，它会自动帮你检查你的程式哪里写的比较丑。那要装，这边有人不会装 Sublime 的吗？还是要需要实际示范一下吗？这个应该可以跳过，稍微来给对，有人不会的吗？哦，有人要大概说明一下。Sublime 就是一个文字编辑器，对，哦，我应该把那个连接贴上来的，这个有点烦。Sublime，安装 Sublime。Deep 吗？哦，好，我等下再讲一次。然后 Sublime 的另外一个一定要装的就是 Package Control。然后最后就是，Sublime 的。你叫做，他没有列出来。好，应该他没有列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打 link。对，就是用 package 刚错。Zip，这个这边不太懂，就是我想一下怎么讲，原本的阵列是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就是它下面子元素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那对它那个。正雄有讲到，就是它其实就是做矩阵转置，它就是可以帮你把里面的元素抽出来，然后变成你子阵列的第一个子阵列，然后变成第二个子阵列、第三个子阵列、第四个子阵列，这样子，这样有比较清楚吗？我想一下怎么讲，或者我们再来一次。对，因为通常我在写程式的时候不会只写 Python 通常都是一个整合的。如果是写后端的话，那我通常还是会写前端。那写前端的话，Python 可以写，我不知道 Python 可不可以写那个那个 JavaScript。然后因为我讨厌切来切去。那我通常就是会，Python 也可以写 JavaScript，那我应该要升级一下吗 ？Int J，OK，对，但我主要喜欢 Sublime 是因为它很快啊，打开很快。
package 真的很多很好用，是哪个 package？ 嗯，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好了。那这边就是我的那个Python 编前面就是 Python 编辑环境的那个 setup， 然后后面这个我等一下会讲 Jupyter， 然后这个是一个整合包。那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那个就是介绍一些 package。我刚用的那个网站，那个就是 Jupyter， 就是我自己 host 的一个开发环，一个那叫怎么讲？那叫做 Scriptbook Notebook， 就是Script 的记事本，这拿来你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测试，然后很快，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 Python 的那个 interact 那个互动式的那个 shell， 因为那个你马上就知道你写对还是写错。那IPython 它其实就是增强版的 shell， 那 Jupyter 呢就是把这个增强版的 shell 变成一个网站，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那个这个形式。那这个写起来就更方便，就可以知道哪边有错这样子，而且同时这也支援很多其他的 library 可以画图什么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Jupyter， 然后 Matplotlib 跟 Pandas。对，我刚刚讲了这个就是让生活简单一点。那这边我写那个安装的指令，你们现在可以装一下。我测试的环境是Python 3.5， 对 ,3.5.3。你们现在可以就是 key 一下这些指令，然后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哦，附带题我喜欢用的安装方式就是用 PIP， 但是我不太喜欢直接 PIP 的原因是因为通常会装不止一个版本的 Python， 那你如果要知道你装在哪一个版本的 Python 的话，我通常会把那个 Python 改名字，然后比如说我是装 Python 3的话，我预设是 Python 3嘛，所以就用 Python， 那如果是装 Python 2.7 的话，我就会到那个安装目录下面，把 Python 2.7 下面的 Python 点 exe 改成 Python 2.7 exe。那这样我就知道说，我如果要装 package 在 Python 2.7 上面的话，我就打 Python 2.7 -n pip install， 然后我要装的 package，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管理。这是我的 trick 啊，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那个指令集的时候，你要下指令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下 Python 3或 Python 2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找个 share 来。对啊，像我现在就是打 Python， 就会跳出东西嘛。那 Python 3。有没有改？就是在你的，等一下，在拍上的安装路径下，对，好，对，这个我会改，我如果装其他次版本的话，我就会改那个名字。然后 Python 3就可以打开 Python 3嘛。那通常如果你有装 Python 2版本的话，这边会有一个 Python 像是2.7啊什么的，那我就会点进去，然后把里面的那个主要的那个 Python 改掉，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我
比较好管理。当然我知道有其他兔，我是那个那个 Verdan 那个 Python， 那是一个管 Python package 的工具，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懒，对。我会直接这样处理啊，对。然后所以你们这些指令，Jupyter multi user 的环境，我没有用过，我用 Jupyter 通常就是自己用的，但是我想 multi user 的话，应该就是把这个 Jupyter host 到一个网站上，然后 host 到一个 IP 上面吧，应该是一样的。什么时候要用 multi user 的 feature？ 通常就是 TA 当助教，要 host 的环境给学生用的时候。对，那所以这个指令，你们打起来有问题吗？就是Jupyter 安装。所以这边是先是 iPad 上的安装，这个学太大了。你可以说一下你的 input 是什么吗？不用啊，应该是 Python 减 m pip install ipython 应该就可以了。对，那个 i 是小写哦。好，然后这边就可以用这个指令。打开那个，从这是从 share 里面，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打开的那个 Python 的那个会是 Python 预见的预设的那个 share。那用这行指令就可以把那个 Python 叫出来。那个 iPython 叫出来，打开的 share 就不一样。那这是加强版的 share， 对，这是在当你在一个工作站上面，然后你去工作站那个工作站的 Python 不好用的时候，你可以装起来，然后就这样打开。那另外一个套件是那个 Jupyter， 就是安装了 Jupyter 之后，对，你至少要先安装 Python。你有安装 Python 吗？纯 Python 编辑器，对，那你可能要装一下那个 Active， Interactive Shell。不是打开 shell， 是打开你自己，不是打开那个 Python 的 shell。你安装的时候是直接打开，一般的 shell 就好了，不用用 Python 的 shell。你在 CMD 里面打 Python 的话，会进去的是那个 Python 的 interactive shell。但是我这些安装指令是不需要进到那个 Python 的 Interactive Shell， 直接在 Python， 在直接在CMD 下面就可以执行了。好，所以有开起来那个 Jupyter 吗？
关掉。要开 Jupyter 就打拍上，然后减 M Jupyter， 然后 Notebook， 这样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跳出你的那个这个你的工具，然后你就可以拿之前写的 Scribble 的那个 Notebook 打开。对，然后这蛮好用的，因为你一个 Scribble。通常你写完一个 script 的时候，你就想要知道验证那个 script 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你可以 run 就只 run 那个 block 就好了。那你如果想要全部的 script 全部 run 一遍的话，你只要点 sell， 然后全部 run 一次，那就可以把全部的 script 整段全部 run 完。那因为你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常常会前面写一段，然后中间写一段，后面写一段。如果在原本的 subline 界面下面，你要做区块的判断，通常都是用print 啊或 assert 啊，然后这样子其实比较不方便啊，对，所以我蛮喜欢用 Jupyter。 这两行是谁？是我画的吗？好，那另外一个套件就是Python的画图的工具，这是 Matplotlibrary， 那install 的方式我也帮你们整理了。install 的方式就也是用 PIP 的方式，然后你们可以现在可以装起来。应该安装量很快吧，就两行指令内。装完之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demo， 就是用刚刚的 Jupyter。用刚刚的 Jupyter， 然后把这一段贴到刚刚的 Jupyter 里面。哎，我把它关掉了。我这样讲话，你听得到声音吗？哎，可以。OK， 我打给他好了，就是用文字打给他。那这个就是来画图的工具。对，那我可以这边解释一下那个这个 function，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就是它这个 pyplot 下面的这个 class 上面的 plot 这个 method， 那它可以接受的是一次三个的参数。那第一个就是 x， 第二个就是 y。第三个就是你的标号。那像这个标号，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一个标号，红色那个 R 代表是红色，然后减代表的是我们画出来的这一条虚线，红色的这条虚线。那BS 这也是一个标号的那个代码，那个 B 呢就是蓝色的，然后 S 就是 square 正方形，所以就看到蓝色的正方形。那G 就是绿色嘛，那这个要怎么讲？这个就往上的箭号，它就是三角形。对，那我后面我帮你们整理那个你要整理你们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marker 的那个总集，所以你们就可以试试看不同的画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改一下 x， 然后这边改 k 好了，就会改不同的颜色。
他不是看到哦，打翻了。前面的那个符号是，颜色的符号，后面那个是形状的符号。哎，那个是谁的声音？我把它 mute 了。OK。所以这个我刚刚改反了，所以会出错。前面是颜色，所以我们找一个颜色 C 好了，换一下 C。然后开始是，对，是一个形状。那我们改一下另外一个颜色是 K 黑色，然后改成形状改，diamond 好了 ，D。那 run 起来的那个线颜色就不一样。13K， 我可以问一下，那画这个主要是通常用在什么样的情况吗？你们做资料分析的时候，不是都会需要产出图表吗？对，对，那就是通常是在你已经把资料跑完，然后你想要画图的时候，原本的我啦，我以前的做法是，我会把那些资料一条一条的贴到 Excel 里面，然后再用 Excel 去画图。那用这个的话就不需要 Excel 了，对。但是你的资料要怎么进去呢？资料要怎么进去？对，因为像现在这边你是我也看不太懂你的资料，它那个线条是怎么画出来的？好，我解释一下。好，谢谢。这边这个 T 呢，就是定义一个 range， 就是0到5的意思，然后每个 step 是 0.2。所以我们这边的 range 是0到5。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它的那个我的 slide 上面有讲，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你画的那个 x 轴，然后第二个是你画的 y 轴，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标号。那如果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找一个。如果我们有一组资料，对，假设我们有这一堆资料好了，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些资料画到那个 Meta Pro 里面？那我们就来画看。你先试看我拿到对的东西。想想怎么拿。好，假设是这一组资料，那我们就可以，怎么画呢？这边就可以拿，把 A 带进来。这边应该不是放 A，
应该是放 range。嗯，这可以放，10。等等。两边选要一样。等等，这个不是拿来标那个点的，这个是拿来，这个方学是拿来画函数的，对，所以不能拿来画那种落单的点。这个 function 是你可以画，没这个 library， 这个 library 它里面有其他的，它有其他的 function 可以画图。那我就简单介绍这个那个 PyProd 下面这个 prod， 那它是拿来画那个。画函数用的，所以它不能拿来标那个，data visualization 的那个，你如果你要想要标点的话，对，应该用 scatter plot 之类的，像我们这边就可以画一个，对，这是拿来画那个画线条用的。那另外再下一个那个，哦，NP 是那个number Python NUMPY。我这边有 import 了，那下一个 page 是pandas。我刚刚在产生那个乱数的那个产生乱数的那个 function 就是从 pandas 来的，所以总结一下，这个。第一个，那个 Jupyter 是拿来做 script 的管理。那第二个是那个 Matplotlib 是那个用来画图用的。那 Pandas 是用来做资料处理用的。Pandas 可以 load Excel，也可以 load CSV。刚刚提问的那个应该是要问说怎么把资料load进去，那应该是用 pandas。所以是用先用 pandas 把资料丢进去，之后再用 matplotlib 去把它画出来吗？OK，所我以这样听懂等你的问题了。所对，以我等一刚，下要教怎么把资料丢进去。那所以等一下，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丢进去的资料画出来吗？我没有准备。就是 low资 Excel 料这一块，对，但啊，是，所以我们不能 try。可以 try 啊，因为在那个 reference 上面有，那个是范例档吗？还是什么？对，它里面有那个，我帮你找一下那个它的 cookbook，data OK，thanks。input output，这边就讲到那个。
读 CSV， 然后还有读 Excel。所以现在我们是要那个 install pandas 吗？对对对。应该也是很快就装好了，就是 PIP install 就装完 pandas 了。那装 PIP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哦，就是有没有可能会重复装的情形？例如说，你本来之前有装过的，但是你又再下一次这个指令又重复装一次了，不 会这样？不会不会。那你怎么？那要怎么知道你装过了没？他如果已经装过的话，他会跟你说。那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啊！我现在再装一次 iPad 上，它会跳说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OK， 对，好，谢谢。不会不会，对啊 ，info 不到就知道没装过，这也是一种方式。对，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把，所以刚刚 Jupyter 都 run 起来的话，那你们就可以。把这些那这个范例 code 贴上去看看，就是我刚刚说的，会跑这些测试掉出来的。对，好，那接下来要讲的是，Web 开发的 package， 对，这其实是我比较熟悉的，因为那个上面这一块，上面这些东西是我这学期才开始摸的，对，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熟。那Web 开发在 Python 里面，可以说是现在目前主流是两大块啦，就是 Flask 跟 Django， 然后 Twisk 是用来做网络应用开发的，跟Django 还有 Flask 不一样，它比较不 focus 在网页上面，它比较是 focus 在不同的 pull， 你要可以做不同的操作，像是你可以做那种，想要怎么讲？你可以做 relay server， 你如果想要做那个 relay server 的话，或者是做 parse 的话，你可以用 twist 来做。那 Django 的安装一样是一行指令就完成了。怎么了？这是我画的吗？这是我画的吗 ？Notation 在上面有个注记，那个上面有个那个。对不起，我想把它清掉，结果我不小心画了一下。那个13K 那个应该可以。13K 才可以清掉。对对对，清掉。对对对，然后Python 这样，对，这样一行指令就可以安装 Django。那我这边有准备一个 lab， 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先开一个资料夹，叫做 demo， 那我们 cd 到 demo 里面，然后用 python 减 m。我觉得我这个字体用的不好，我的 python 都会变成。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建一个空白的网站吗？对对对。你们现在可以操作啊，你们可以一边操作，我准备 label 就是让你们一边操作，那问题可以回答。就是你们这样可以直接开一个那个 project 出来。对啊，这个字体不好。放大之后 ,Y 就没有18了。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叫 relay server， 那个 relay server 是指那个 GraphQL 那个 relay server 吗？没有。我 relay server 是意思是你想要做，比如说你想要架一个不是网站，架一个 server， 然后收到什么动作，然后会吐什么动作回去，这种，或者是你把讯息转跳出去，用 parse 的方式，对，那可以用 twist。好，那这边都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就是。用 Django， 好，那
什么问题？有人有问，为什么要访问？有人说有 slide 的下载连结吗？然后有人问说什么是 web service？ Web service。然后你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叫 Django， 所以是做一个前端的网页吗？不是，它是，它是全端的，就是前后都有。对，那这其实不太好，所以不太好。对，就是因为前端跟后端那个靠合在一起的话，要分流，就是要 decouple， 所以通常，Django 这个设计概念就比较过时了。对，但是那坏处是什么？前后合在一起。坏处就是前后合在一起。对啊，就是前后合在一起啊。那它的坏处在哪里？前后 合在一起为什么会不好？因为前端工程师跟后端工程师通常不是一个人，所以在开发的时候通常会要分开会比较好。那所以我介绍第二个套件是那个 Django RESTful Framework， 就是可以把前后端分离。对，现在前端、现在前端很复杂。附带一题，我这边在成真前端工程师。对。我们的 project 在真前端工程师。对。所以应该 run 了起来吧，就是这些 comment 应该 run 了起来吧。我有出现一个 merge 的问题，这个是要再下一个 Python merge 吗？还是 merge？ 对，你如果要 merge 的话，要下一个指令是Python merge py migrate， 应该是这样吧？Okay. 再下一个这个指令。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merge 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Django 它后面的那个 DB 的部分，我想看migrate 的部分是。对，Django 它我喜欢 Django 的地方是它提供了 ORM 的操作，就是你对 DB 的操作不需要再写 SQL 了，因为我比较讨厌写 SQL 语言了，就是对，那你可以用Class 去取得 Table 的资料，就是 Django 它提供的 ORM， 但是Django 它不只提供 ORM， 它还提供你的提供 migration 的功能，就是你在开发的过程中，你的 DB schema 一定会变来变去，应该会变来变去啊。通常那个什么 requirement 没有写好的话，就会一下说这边要多一个栏位，然后就要再加一个 column， 然后加一个 column 之后，对原本的那个 Django 它会帮你自动侦测你的那个 DB 的 change， 然后它会产生那个，找一下，它会产生，我这边刚好没有，对，跟那 Revo 一样。对，没错，对。那接下来就是写一个很简单的 Hello View。Hello View， 我们来 ，Open folder。
你那个原因应该是你的 APP 的那个名字跟那个 project 名字应该是一样的。我的 script 第一个是 Hello Project，然后第二个是 Hello APP。Star APP 的时候打的是 Hello APP。这样的话就会开我还没用到第二个那还没用，个 slide，还没用到我第还二个。在 Hello Project 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那样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好。好，那我现在叫做 Hello Project One 好了。哦，拍上。对，这样子有问题吗？就这样就这样打完就开完 project 了。所以我也改一个吗？应该你试试看，你改一下你后面这个名字，应该就可以。那原本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你的资料夹的名字冲到了，你是对，可能 comment 不止下一次，所以就已经有东西在存在了。那 OK，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run 它了。开上 Start Working，What the fuck？我应该把这个关掉。对，你们应该是正常的话，应该是要看到这个页面。有人没有看到吗？它会开在哪里呀？它会自己跳出来。没有，你要打开你的 browser，然后输入127.0.0.1，然后 pose 8000。OK。我的荧幕跟你不一样。你可以复制一下荧幕。不是啦，我的那个，你那个，他就，哎，你可以再看一下你的网页吗？这样。我的跑出一个很可爱的火箭，可我的也是火箭所以是对的。应该是因为那个 Django 版本不一样。哦对，，so。应该是 Django 版本不一样。所以没关系吗？那应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就是我准备一下小小的 Hello World。你们可以在那个，你现在可以 Start APP，就是下这个指令，Python Manage，然后 Start APP。它会自动帮你开一个新的模组出来。那这是空的模组，所以我们就把
Hello World Script 贴上来。哦、我喜欢那个 Anaconda 的那个 page， 就是我只要打开那个 Sublime Shell， 然后输入这个，它就自动帮我整理成那个符合 Python 规范的格式，就是打 ANA， 它就自动 format。然后，嗯，我们贴上了一个 view， 那我们现在再到那个。那个用 package install， 那我讲慢一点，就是用 sublime 打开那个这个command 这个那个命令盘，那我刚刚有说要装那个那个叫什么？page control for sublime， 那你只要装了之后，你只要打开命令盘，打 install， 它就会跳出那个安装界面嘛。那你这时候再打 anaconda， 它就可以装了。对，那这个是 for anaconda for Go 的版本 ，for PHP 的版本，然后还有 for Rust 的版本。哎，在座有人会 Go 吗？我想要学一下 Go。对，据说 Go 最近还蛮红的。我们有那个 Go 读书会啊，已经跑蛮多堂了。Okay. 我等下把影片给你一下。好，那 URL 我们今天就把登记一下那个 URL。那个前面叫什么名字 ？Hello View。他怎样卡住了？Alice 可以讲一下，或者是可以贴个。好，等一下，对不起，我妈刚刚打给我，没有，我就在那个终端机里面打刚刚那个指令啊，然后他就都不动了。他就都不动了，应该是他已经动完了吧？没有哎、欸，他没有出现那个箭头。悬，你的那个终端机的那个资料夹在哪？你的那个路径在哪里？你的路径确定是对的吗？就是你打一下 ls 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的打 ls 下面有那个 merge 点 py 这个东西吗？我觉得它好像整个当掉了。那对你可能要把。对，你可以把你的 shell 关掉，然后再开一次看看。哎呀，对，你只要写完这个之后，就可以，对，就可以看到 Hello World。那我这边可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动作是用来涵盖哪个部分？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就是写一个 view， 然后写完那个 view 之后，我们把那个 view 登记在那个 URL 下面，所以当收到 HTTP 的那个 request 的时候，就依照那个 URL， 然后去对应到对应的 view。然后产生结果之后回吐回来，对，这是 Django 的部分
Django 的 Hello 我应该还蛮简单的。那后面就没有，后面就没有，没有那个 lab 了。对，那刚好说，就是 Django 它是比较旧的设计概念，所以它前后端是混在一起的。那这比较不符合时代潮流，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前端会依照前端工程师想要选 React 还是 Angular 来走，那后端的话就会跟前端完全切开，就用 Django RESTful Framework， 然后可以达到进出完就是资料的进出完全都是用 JSON 格式来交换资料。对，那这个是比较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种做法。那 Flask 是Django 它本身有点比较重，比较是算是比较 rich 一点，就是它有负责那个 ORM 那些 DB 的管理。那 Flask 它就比较轻量，对，所以Flask 也是一个写 Web 的套件。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 link 进去看它的 document。那 Twist 是做那个。你可以做 web server， 你可以客制化你自己的 web server， 像你要写 cache， 对，像我上学期就有一个作业要用 C 写一个 proxy， 真是写死我了。对，那如果是用 Python 的话，几行就写完了。对，然后如果要写网络爬虫的话，可以用那个 Beautiful Soup， 还有 Scrapy。这两个套件来做爬虫的功能很方便。然后最后是Pillow 是 Python 拿来处理图片用的工具，然后还有 Node 是 Python 拿来做那个 Unit Test 的工具。对，这大概是我觉得比较一般来说会看到的工具，比较常见的工具。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可以给我一个 feedback。对，大概今天的 slide 就完，就这样。对，然后我最近蛮忙的。对，那有前端工程师吗？因为我最近跟那个系上的怎么讲？系上的一个学长有在搞一个 startup， 这是那个帅哥的学长。对，他是我跟他在做一个 startup， 我们想要打败 Amazon。对，那我们这 startup 才刚开始呀。对，所以我们只有拿到 funding， 所以如果要给钱的话，我们应该还是出得起的。对，对，这是那个我们的 team leader。那我现在在 CMU， 我在 Carnegie Mellon。对，那这个学长他之前是在 Cornell 的。好，那今天的。我在卡内基美浓。CMU 也是台湾医药大学，好像是中国医药大学。前端我们应该会用 React.js。对，但是我们现在在摸，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会写后端的，不会写前端的。对，然后我们目前用的套件是 Reaction。对，我们目前用的套件是这个，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改成我们要的。对，
公司现在，公司现在只有三个人的意思。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 email 给我，也可以远端工作。我们现在付不起，没有付不起那个工作签。对，我自己都还没有工作签呢。对，就是一个 staff，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因为那个学长其实还蛮慷慨的。对，好，那大概就是今天的那个 workshop 大概就是这样。会太深吗？应该这些嗯，level 应该蛮艰难的。觉得这样刚刚对入门者来讲还蛮不错的，对，好。我有浪起来，谢谢师长给搭档。Alice 后来浪起来吗？嗯，我没有好，没关系，我们礼拜日那个 Larry 会来帮忙，再来带一个那个。深度学习的那个悠悠班的教学，那你如说果明早天上有，早上吗？对，明天早上，好，OK。对，那如果大家早上早鸟班有爬起来的话，可以一起再来跟一场这样子。OK。好，那今天非常感谢13K 大大，就是我来帮忙讲一堂这个讲座，那我们先把麦克风打开来，帮13K 大大鼓掌一下，好不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到这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社团发文这样子。好，那刚刚13K 大大有问到那个 Go Language，那我这边。我刚刚有传送一个 Go 的读书会的官网给那个社团，给那个放在那个群里面的，13K 大家有看到吗？有，那可以加一下。那里面我们之前有那个牧师有讲那个2日入魂，我觉得讲得蛮棒的，就是你听那2堂课好像总共3个小时吧，就可以入门了。我觉得那个牧师那2堂讲得真的很好。对。Go language 的 Go 的，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其他的那个读书会的话，我们现在 React Native 还有深度学习，还有 Python，就是这一两个月都会跑得蛮密集的。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这样子。好，那再次谢谢13K大大，那今天谢谢各就位。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